折腾了一晚上，周卓夫始终无法睡着。早上，周卓夫不出意外的没有赶上上课。中间要加油。其实都空了，大家都上课了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？睡觉吧。已经迟到的周卓夫并没有着急去学校，而是慢慢腾腾刷牙漱口。太给我面子了吧！学校的门一锁，怎么办？我一走到那里，他们就锁了。出来了，这一次他被校长逮了个正着。怎么翻墙进来了？我刚走到门口，门就锁了。迟到了呀？迟到了呀？好像是。这是要提早一点吗？你怎么会？没有，我是在太冷了，然后在被窝里面待了一会儿，睡着了。这样就不对了，好吧？你看你的那个伴儿，他都没迟到，所以你也要向他学一下嘛。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，你家里面的人啊，爸爸妈妈希望你来到这边以后能够体验到一些生活，能够感受到我们这边同学的那么辛苦的生活。是你体验到了以后，回去以后要改变自己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学会独立，要学会坚强，是吧？要学会勇敢，这样就不对了。明天再迟到，我就让你站在这球场上站上一天，好吧？好，所以明天不能再迟到了啊！嗯，好吧，去。